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《诗篇98篇》吼。爱对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耶和华做奇妙的事。爱对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呢，当耶和华上帝在审判的时阵，世界各地远的人拢爱看到伊的公平，看到伊的公义，哦，世界各地的人拢无话通讲啦。你讲啥？你讲到讲吼，咱来相信世间既然真正有一个神。这个神有一个审判的时阵，一定所有的人拢无话通讲。这点咱真确定。世间若真正有神，这个神一定做到，让所有的人是无话通讲。因为这个神的能力吼，关过咱人吼，关太一级了，不是一级了，关太一级了吼，唔知关到偌济哦。咱用咱的头脑想不出来啦。我唔免讲到遐啦，我只要来讲吼，咱的地上啦。你若甲真正高手中的高手咧扯平的时阵，你就知影，你无算啥，你真正你无话通讲，你完全无话通讲，迄人真正专业，迄人无话通讲。我常常爱弹吉他，但是我弹吉他是种民谣的吼，用个和弦呢，像校园民歌的啦吼，锵锵锵锵锵锵呢。但是我要去，因为对吉他有兴趣吼，捌看过这个大师级的吼。你弹吉他，吼、哦，你弹咧，咱真无话通讲咧，真正无话通讲，因为伊的能力关过咱太侪级咧。我要看迄个弹贝斯的吼，伊会当弹半点钟，吼、哦，拢无其他乐器哦。你也没用什么其他的，伊敢那贝斯，敢那支贝斯底下 solo 就好啊。迄贝斯四条弦了，伊会当拍出像过迄个节奏，嘣啪啪嘣啪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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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个节奏底啊，各当有旋律，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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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伊也敢那一支鸟，伊也当拍节奏，各当有拍出有旋律来。啊，甚至于讲，吉他，迄个贝斯当作吉他安尼咧弹啦，咧弹酷，弹和弦啦，安尼咧弹。哦，现场看了真正硬气呢。咱唔捌想过讲，一支吉他，咱嘛是捌看过这个贝斯啦吼，迄贝斯四条弦，吉他六条弦啦。啊，贝斯是低音的啦，啊，伊就较高音啦。哦，迄一支贝斯，咱嘛是捌摸过咧。迄个咱咧轻轻摇摸嘛摸过十几年，看人弹嘛弹十几年啊。但是你都无拄到真正高手啊。迄等你真正拄到真正高手的时候，人家下海要落来，哈、啊，会当安尼算哦，哦厉害，啊真正有厉害。迄唔知关过咱偌济级啊？伊对迄个乐器的迄个敏感，伊对迄个乐器的使用。已经超过咱一般人对这个乐器的认识啦。哦，尤其我呢，你呐对这个物件有兴趣，当去这个电脑网络吼、哦，上网吼、哦，你呐看人个美国的吼、哦，迄为了用作息时间咧算的吼，咧算乐器的人，伊算出来迄个花招啊，迄一个步数吼，吼、哦，真正你可以打败去咩啊？吼、哦，所以呐看作息演唱会咧弹吉他，迄为用弹到尾啊吼，已经变甲无通变啊吼，安尼嘴子嘛提出来弹咧，用舌头吼。哦吐出来咧弹吉他啊咧，啊咧拖卡咧咧咧吹啊，咻啊咧，吹来吹去咧咧弹咧，各种的花招拢想会出来啦。因为迄种的技术，迄时咱看甲拢完全无话讲，你只有讲佩服。亲爱朋友啊，咱甲上帝之间，上帝是管咱太侪级咯，所以当有一日上帝在审判的时阵，你只有一句话：佩服。真正佩服，无话讲。所以每一摆当你若看到一挂互你佩服的物件时阵，你就会想起上帝。像我本身也唔是讲真爱看即个啥物古典歌剧种哦，咱也唔是讲常常咧看咧吼。但是拜人一块 DVD 吼，即个法国的叫做《钟楼怪人》吼、哦、啊，嘛捌来台湾演的，迄真正有厉害。迄、那个编剧吼，迄、哦那个编剧吼。哦啊！迄、那个规个乐团，迄、那个演员，迄、那个唱的人，迄、那个声、哦，真正你咧听咧讲、哦，佩服，有够佩服！因为专业来当，会当演出一出这样精彩的剧，你会产生足大一个佩服感。当迄个时候，我就想到讲，哎、欸，哦，有一些当我啦拄到上帝时，嘛是这种感觉咧。上帝啊，你来遮敖啊！上帝啊，上帝，你来当做出遮济无同款个性的人。哦，上帝你有够厉害！上帝你哪会审判？你哪会审判个这尼啊公平啊？哦，上帝你是有够厉害！98篇就是咧讲这个啦。
九十八篇就是讲，咱人有一日，上帝会显出伊的实力，上帝用伊的实力，予咱人看甲会佩服，予咱人看甲规个想拢全掂去。想着讲我的公平，你知影啥物叫做公平？你毋捌啦。上帝的公平吼，超过咱人的理智，超过咱人的能力啦。啥物叫做公平？咱世间无真正的公平啦。我一摆吼，甲阮太太去迄个学校看阮的囡仔，伫学校咧运动会。啊，我就想起到以前我嘛是安尼，迄、那个运动会吼，当日咧走这个四百公尺的时阵吼，也是讲咧走这个较长途的吼大队接力的时阵啊，伊一开始的时阵吼，唔是所有人拢摆咧同款的所在哦，哦，迄是一百公尺拢同款，摆同一条线，冲到一百公尺往那同一条线。但是你若四百公尺无同啊！伊一开始的时阵吼，伫这个跑道内侧，因为你咧走是有一个转弯，啊，你走内底人当然较短嘛。伊走外口的人是毋是坐较大咧？一定坐较大咧嘛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为着公平，走上内底人我对这开始走，走第二跑道的人伊会当搁较头前咧，走第三跑道的人会当搁较头前咧，走在上外口迄边的人，伊是走伫上外口，看起来足无公平。哦，看有够不公平，囡仔就讲哈、啊、不公平。伊对这开始走，迄、那个人已经伫头前啊，当然嘛，迄个人赢，伊看袂出来呢。伊唔知啥物叫做公平啊，伊唔知讲真正的公平，都是因为人已经测量过啊。哦，迄、那个主办单位已经拢量过啊，迄、那个走内底的人，伊差不多比人减走偌济，伊将这个距离掠伫个上外口，和迄个人当先走这远，安尼才叫做公平啦。所以咱世间人，咱的运动会，咱就知影讲，都要尽量做较公平。但是安尼敢无公平？安尼当然无公平，安哪有公平？安哪有可能有公平？因为迄平平五年、六年，迄个大发育的过程中间啊，迄、那个大的程度也无同啊。我看我的囡仔，那好咧比赛，运动会比赛啊，迄平平六年，有诶已经差不多较大人同款啊咧。迄六年的人，有人已经百六公分啊，有人还佫一百四十公分，迄一个差二十公分呢。啊，你讲啊，无我当然都拢六年级，敢有公平？无公平啦，迄哪有公平？哦，所以咱人世间的比赛无可能公平啦，无可能啦。啊，有囡仔作业，你要跟人安怎跟人走？哦，啊，你讲平悬就是公平？无一定啊，平悬有的人是顶半身较长，啊，有人顶半身较短啊，你变哪公平？哦，那有人脚落落长啊，啊，有人脚较短啊，啊，你要走，你要走赢人哦。哪有公平？无公平啦！你讲好，我无咱即马公平，身悬啊同款，脚长啊同款，安尼就公平啊！较有公平，无公平是安那？人一个原住民，你变哪有公平？迄原住民的天性的体力就好啊，伊就走比你较紧啊，伊就走比你较有力啊，你变哪会公平？迄毋是讲脚两只脚变大变大块咯，变有力呢？迄无同款哦。迄若原住民的评委上脚加偌有力的呢？我弹跳力加偌好的呢？你要甲伊比哦，你比袂赢啦，敢有公平？无公平啦，亲爱朋友，这个世间什么叫做公平？你若表面上看吼，会公平，迄拢无一定公平啦，因为要去足侪因素，咱无多通考虑啦。就算你讲一切拢公平啊，因长两个选手，长一个困八点钟，一个困七点钟，迄都阁无公平啊。你要来要求较公平，不可能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上帝讲，你知影什么叫做公平哦？我拢设计较足公平啊啦，迄个是你想无的啦。上帝有上帝公平的一个定义，上帝对公平这两字，上帝有伊家己的体会，迄咱一般的人，咱无法度通了解，咱唔知影啦。所以咱来感谢上帝啦，我咱来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予咱有机会来世间哦来做人，啊，你做一个人，你要信任讲咱的上帝是足公平。上帝既然予咱来世间来做人，来进行这个。敢若像一台比赛安尼吼，上帝一定考虑真济啊啦，一定考虑真济啦。你若有诶所在较中处比人较好，你着有诶所在比人较含慢，上帝绝对上公平啦。所以有一日，当上帝要审判世间诶时阵，上帝会用伊诶审判，互咱人看甲无话通讲。所以你做你放心，绝对袂有一日上帝审判出有人提起，比如讲不公平，不公平，谁人信基督教人有得救，阮无信诶人无得救，无公平。我咧保证，绝对袂有即个场面出现。绝对没有人读到白金啊！哦，爱然后底下咧静坐咧抗议，绝对没有这个情形。上帝，伊的能力比咱高过太济咧。
上帝将来当伊伫审判的时阵，一定审判到互世间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人拢点点点，咱拢无话通讲，咱拢欢喜接受上帝对咱的审判。哦，当然咱唔知影讲上帝安怎审判我，上帝安怎审判你，上帝安怎审判别人，咱拢唔知，因为咱唔是上帝，只有上帝知。咱唯一知影一件代志，迄件代志就是上帝是公平，咱相信。咱因为相信上帝的公平，所以咱就无相信咱目睭所看到的物件。哦，因为咱有当目睭看到的物件，咱感觉无公平。是安怎像圣灵之流下，这样一个心的人，那一生拢带着这个病，足无公平吼。啊，现在这个世间有足侪有痛心的人，那会遮低火烧；啊，现在有足侪歹人，那会活遮久。咱目睭看到足侪无公平，所以唔好相信你目睭看到的。你若相信你目睭看到，你会气死。你若相信你目睭所看到，你赢死；你若相信你目睭所看到，你会对这个世间失去了希望，你会对这个世间充满足灰心的。但是当你的目睭无看世间，你的目睭都爱看上帝。当你相信，相信讲上帝你是公平，上帝必定赏赐咱有够额的快乐。上帝，你每一件代志，你有你的美好的旨意。你若真做一个足有信心的一个虔诚的人，你必定会因为你的信心，你会看到迄个公平的结果。你必定有一日将来，你会了解一切你今嘛无多所了解的代志，因为圣经甲咱讲，咱所信的这个神是一位公义的神，是公平的神。后来，所以为着这点，咱就爱唱新歌；为着这点，咱就爱欢喜；为着这点的时候，咱就爱快乐，讲 yes， 要话我对你唱新歌。因为你的作为何等的奇妙，因为你的作为赢过咱人的头脑，因为你的作为不是照我的意思，不是照我的公平。那照我的公平，必定有人会衰掉。好，因为我的公平对某一挂人来讲嘛是无公平的。感谢上帝是照你的公平，所以我对耶和华唱新歌啦。因为耶和华作为极大啦，因为耶和华作为带领足侪人伫伊人生的中间吼，因为得到伊应该得到的物件。感谢上帝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98篇，赞哦！歇睏一下，等下了继续讨论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哈，来。咱98篇讲爱对耶和华来唱新歌，哇！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公平的上帝，吼！因为上帝实在是真舒服，和咱世间的人啊，所以你若有了解上帝是公平，你的心就会快乐咯。因为当你若了解到讲上帝拢无偏待咱人，吼！你对上帝的敬拜都是何等的真实。虽然讲天地甲海，是你讲吼，海只都要拍破啊，吼！海水嘛会拍破，爱俄罗斯上帝，大自然有大自然俄罗斯上帝的方式，咱来样欣赏啊！哦，你讲树啊，树啊用伊的树叶啊落落来，来俄罗斯上帝，因为伊的树叶爱落落来，后一年才会当发出新的来。安尼，这丛树啊才是活的啊！你若看这丛树啊，当年拢生出同款，这丛树啊是死的啊，那是咱人造的啦。那咱做这个假山、假水、假石头，做甲真水哦，遐拢无生命啊！一丛树啊，哦，因为感受到天气的变化，所以这丛树啊会有变化，这就是伊俄罗斯上帝的方式啊。所以讲，98篇里面甲咱讲哦，上帝所创造的哦，拢足遵守上帝的这个使命哦，拢用家己的节奏哦，底下咧俄罗斯上帝，哦，用伊的方式来表达因对这个。创造因为这位神的一个敬畏，的一个敬拜。所以海也好，大自然的风也好，天顶的云也好，其实所有这些受创造的物件，物质的物件，那我最详细的迄个原子、原子、核子，迄、那个详细的物件、详细项的物件，咱隆重的仰望上帝，因为咱是叫上帝所创造的。但是在这个其中有足大的不同，因为这个大自然俄罗斯上帝吼，因是被上帝创造有迄个能力，但是无迄个感情哦，无迄个感情哦。当一丛树啊咧俄罗斯上帝，当伊这个大自然的物件植物，因咧俄罗斯上帝是无带着感情的，但是人无同，
独独只有人对上帝的敬拜。当咱人对上帝咧唱新歌的时阵，咱规个内面的心是带着足大一个感情，所以这是人最可贵的所在。只不过只系其他只动物、植物，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，是咧甲咱人伴奏，哦，是咧甲咱人同心安尼来俄罗斯上帝尔。但是主角是咱，因为咱的俄罗斯是带着感情的，哦，因为咱的俄罗斯是带着咱叫做人性的。这种物件是其他的被创造的生命因所无的，包括动物在内，因拢无像咱人有这种的尊贵。咱当用咱的尊贵来服侍上帝，这是足大的，会当讲足美好。一个福气啦，所以九十八篇咧读的时阵，虽然伊无讲了足侪方式，但是伊内面所讲的物件是，规个咱人吼有法度用咱人的方式，甲大自然方式是无同款。大自然方式迄算讲较细，伊干那样去行咧，咱人无同啊。所以伊内面了讲，用咱那种乐器，哦，咱来当插头，会当来刻一个乐器，迄、那个乐器会当来俄罗上帝。敢插头的乐器就足侪啊，小提琴嘛是插头的乐器。阁真贵哦！迄小提琴的乐器，安尼敢若，若讲一支较好诶吼，十几万算普通诶，阁落十万哦！迄一支好诶小提琴嘛，迄足贵诶哦！阮教诶都一个啊，伊支小提琴吼，嘛是足贵诶啊！伊拢随时拢挂咧身躯边啊！我来甲问讲，啊，你这常常挂咧，你敢毋惊你若碰见迄足贵？伊讲袂当碰见啊！我讲但是就是。那无说你就碰见，你讲绝对袂当碰见啊！就是绝对袂当碰见啊！迄足贵啊，行到对拢爱关咧啊！我睇就是你敢若心头一块肉呢，你行到对你都爱个关咧啊！哦，咱人会向用乐器来俄罗上帝，哦，用这个啊茶来刻一个琴来俄罗上帝，咱买当用这个线哦弦啦，买当来俄罗上帝，哦，咱人做出的乐器吼，百百种诶，讲毛用。奔走的乐器，用角声、牛角啦，什么些动物吼，一角啊呜吼，用迄个角声，会当俄罗斯上帝，会当用奔走的乐器，吼喇叭，吼啊用什么萨克斯风，吼吞巴，用种的各种的方式，会出声，迄、那个声会带来无同款的感情，迄毋是迄个声音有感情，迄毋是迄个喇叭有感情，是迄个奔走的人有感情，啊，所以你会感觉足奇妙，所以九十八篇就讲啊。咱用各种的乐器，会向来俄罗上帝；咱用各种的智慧，俄罗上帝，因为咱的心中的感情足丰富的，所以咱独独有咱人有这个智慧，咱会向用上帝所做的大自然，用上帝给咱的这材料，咱来敬拜上帝，咱来敬畏上帝。所以咱会当有歌声，有拍鼓的声音，歌声响起来敬拜上帝；会当有琴声，会当有钢琴这条琴，会当有各种的乐器，会当来奔走。会当来俄罗斯上帝，所以咱人来听到音乐的时阵，咱的规个心情拢完全改变去啊！哦，所以这是咱人的敖啦。独独有咱人是有乐器，其他的这动物因未晓创造一个乐器呢，因为因无迄个上帝的生命在因的内面啦。因是上帝所创造，但是上帝并无赏赐予因有亲像甲咱人同款的种的生命。所以今仔日你我，咱有一个责任。咱就来引导这个世间的万物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来俄罗斯上帝。因为上帝的作为实在太奇妙，因为上帝的公义、上帝的公平、上帝关顾咱人太济了。所以咱为着咱会通成做一个人，伫这个世间，咱会当有这个这尼啊幸运，会通生在这个时代，会通用咱的身份，吼，会当用这个角色来俄罗斯上帝，咱就要感谢伊。所以这种感恩的心，会当让一个人生活感觉足有意义、足有成就感的，会感觉家己的存在是一件足美好、足美好的代志。我唔知影亲爱朋友，你有迄款的感受无？但是当我认捌上帝的时阵，我常常会让上帝一听，让上帝的能力感动，让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来感动，让上帝所运转发生伫我四周围的代志来感动。这代志有时阵是快乐，有时阵是悲伤的。但是快乐也好，悲伤也好，这拢是一段剧情而已啦。这是一个剧情，在这个剧情的过程中间，让咱体会到讲我的存在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无论你的人生的遭遇是好还是歹，我希望讲你也珍惜，你会当来扮演即马这个角色，哦，你会当安尼来敬拜上帝，这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代志。好，这也是。九十八篇的一个重要的主题，也甲大家做回来分享。
唔盲讲你啊，家己愈来愈侪来研究圣经、读圣经，咪当读出你家己的一个感受，吼、哦。好了，今仔个时间到这，会记哩后一集继续收看老三的节目，多谢。来，现在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哇，今仔日呢，我小老三要来继续讲故事给大家听啦，吼、哦。虽然我最近的身体无啥爽快，会嗽吼，啊，佫会拍会安尼，但是袂要紧吼。咱这敬业吼，有一日呢，我就算要死嘛，是要死伫咱的台顶就对啦。好啦，卖讲些有诶无？来，今仔日呢，讲一个伟大人的故事。这个人叫做林肯，讲来，林肯拍一个招呼咧。好、哦、有无？哦，林肯哈、哦，啊，这个林肯的故事大家听真侪对无？我今日讲哦，是少年时的故事。这个林肯哦，伊少年时哦，家境歹，读无偌济书，只好呢，伫一间杂货店啊吼，做店员。有一日，伊咧顾店的时啊，哈，有一个人买来甲买物件，哎，不啦，买来卖物件给伊啦，哈。哎呢，迄个人呢，提一挂落过熟过的物件，提来要卖哦。这个林肯讲，哎、欸，拜托个啦。我即马欠用钱啦，是毋是這些？这吼垃圾物件吼，拜托，我卖五角，只要你给我五角银，都会使啊。林肯一个看，哈，拢笨死啊！阿老公，未使，你这边哪会当卖我啦？迄、那个人吼，哈，急甲要死去，拜托伊帮忙。啊，林肯啊，无法度啦，啊，经对方咧一直要求哦，啊，看对方嘛真可怜吼。只要甲答应啦，啊！但是啊，惊头家当下骂，只好将这物件藏起来。哦，阿公好啦，你先走。然后呢，林肯呢，摕家己的钱出来吼、哦，来帮助这个需要的人。啊，哎，即卖伊下班回去啊，林肯回去了，哇！我甲你讲，伊将遐物件倒倒，准备要摕蛋掉，但是无一中，哎。发现有一本法律的书呢，啊，因为伊真无聊，所以呢，林肯怎伫遐读一本书，看起来呢，哎呀，后来呢，林肯竟然真做律师，也后来竟然也做甲美国的总统，是咪叫这条路，竟然就是用这个方式行出来，所以亲爱朋友啊，你甲看卖咧，吼。咱人生的遭遇实在真歹讲，而少年时代林肯，都是因为呢，伊有帮助一个接落魄的人，迄个人呢，什么拢无，伊只有一挂笨色物件，但是呢，因为林肯有一个贴心，用五角甲买起来，后来林肯透过安尼买一堆笨色内面有一本法律的册。后来，因为读一本法律，正做一名律师，你讲是不是世事如棋啊？真歹讲，人生的遭遇，无人会当了解未来安怎。所以哦，千万记哩，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。若有需要别人甲咱帮忙的时，咱尽量甲帮忙。我相信，一个有贴心的人，一定会得到正好的回馈。好了，各位。咱今日这个故事讲到这啦，吼、哦！我相信这个故事不但发生伫林肯，也发生伫每一个有好心、有善良的心的百姓的身躯顶啦，吼、哦！后来，阿来会记哩，后一集再继续收看我小老三爱讲笑的单元咯，再见咯。